9月27日，胡可晒出一张照片，配文：早上起来发现两个小家伙给我做了一份早餐，这长大了一定都是暖男呀。不过长大了会给谁做早餐呢？照片中胡可双手比威，面前摆着安吉小鱼儿为自己做的爱心早餐，网友见此纷纷留言：安吉宝宝好暖心呀，真的羡慕胡可。在早前某综艺节目中，安吉和小鱼儿的互动就吸引了众多粉丝，满满的兄弟情，安吉的捧脸伤和小鱼儿的搞怪卖萌真是太可爱了。从原点出发，终点会停在那位置。